测试空城龙王玩法，结果被小炮打乱节奏。空城龙王很容易被断，断了就裂了，都是这个小炮狂断，好难受。再试一下吧，转一下别的阵容。别不给我弟泽逆了，不要泽逆，转一下亚飞吧，转一下亚飞。枪手和这个厄斐琉斯还有那个艾欧尼亚一般是这三套，但现在还可以转一个443黄金，不过那套我不太熟，我一般不会转回去，除非黄金直接二了。别泽逆了，不养枪不养皮的枪有点弱，锁不住就烂了。怎么你们全是鲁香？哎，我就天选之子，好吧。我要装，我要金币，我要金币。我这种玩法需要前期的金币。我就是天选之子。不说了，天选。我是天选，也是唯一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啥也不说。不要来泽利了，不要泽利。这个可以玩的，暗影岛挑战这一套可以玩。我没玩过，但我知道这套可以玩。我团队的两个王者测过这套阵，很强。如果装备很好，龙王也可以走连胜。这个好像很厉害啊！哎呦，这个也很厉害。玩虚空吗？再来一次吧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再来一次吧。稳定学习，再来一次吧。我们学习一下，要什么？不虚空，走，滚，滚。怎么又有人小炮啊？我要吐了。那喜欢小炮，给恶心坏了。我的空城龙王遇到小炮，把把断。我自己之前玩小炮，现在不玩，因为这东西你玩多了，下个版本小炮一缺，你就不会玩了，你会进入到一个不属于你的段位，然后就会掉下来。所以我自己不玩小炮。就你一旦小炮缺了，你就不会玩游戏了呀。下个版本玩什么？下个版本，我觉得我们明天或者后天会发一个432沙皇。沙皇下个版本还是没动的，对吧？我看一下我们更新说明啊，公众号有详细的更新说明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林小北Lindo的公众号，有详细更新说明。我印象中是没动的。哎，完了，特洛阳刀哪了？很多都动了，但是沙皇我记得是没动，确实沙皇是没动，其他都动。对，四司令那套沙皇，三块、四块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，这把经济好崩啊！总感觉要断。龙王。坏了，没空技能，这样子站位断了，我不太能接受。别放技能哥！啊，这样也能断啊！不想玩了。这把三杠二拉七有点难了，三杠五拉吧，多卖点血，71血。中间断了，哎呀，这波要是不断很完美。我靠，这个人68血5连败的龙王，哎，他跟我打法一模一样的，为什么？谁教过这个吗？龙王三杠二拉七转三套，这个有人教过吗？我都没出过视频啊，为什么打法一模一样的？遇到两个了，上一把也有一个，然后嗷嗷断，这样的吗？哎，不是什么新鲜货了。我靠，坏了。把我五个怪打不过野怪，心态乱了，这把打乱了。哎，我五个怪打不过野怪啊，我五人口打不过野怪是为什么？好，我们打不下去了是吧，兄弟们，点了吧，玩个啊不，经济有点裂，看地的咋样了。哎呦，你这样也能三星小炮啊，哥哥，我卡你半天，你能三星小炮的，真的很。看看，哎呦，我没打过野怪，太狗了！哇，兄弟，你回这么多血，让我杀一个呀！
妈呀，那出彩。战友。还行，没来泽利，缺个羊刀，装备缺了点，我这野怪没打过，缺点装备。还行，这把亚飞，这个彩色的拿的是经济类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彩色很垃圾的，龙王的二档三杠二这个彩色很垃圾，非常垃圾，还得递的。三杠五再递一波吧，不然这个断了，完了，炮子哥，别呀、啊、哥。耗子哥，妈有点恐惧，看到你，耗子哥感觉又要断了。哦，还行，哇，好强！耗子哥不行啊，耗子哥拿了个什么？哦，拿了一个缓缓渐进式的，哎，这个拿的不好。小炮这种阵容就是一波打中期压制爆发的，这里就应该把所有的能量都发挥出来。他拿了一个渐进式的。珍藏城堡每五回合拿一个装备，那你小炮的这个强势期就打不出来了。我的羊刀，哎，我问个问题啊，龙王的四杠二，龙王二杠一就是彩色升级了嘛？那他四杠二有没有可能就是第一个海克斯是龙王的，后面两个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升级的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？应该是有的吧？看一下有没有比我强的，我觉得这波还得低。就这个沙皇，我觉得还得顶。人口可以不着急上，但这里不能断。有的是吧 ？OK。但不能再拿升级了，再拿升级了，一点战斗力没。炉香升级那个羊刀。三巨神分和弗雷尔卓德什么时候上，就是在看你有没有鸟盾，你有鸟盾可以三巨神。哎，有加俩飞，我明显没有装备去做鸟盾。亚飞的索血能力比泽利强一个档次，泽利虽然强，但泽利要养龙才强，泽利不养龙真的没啥强的，强度会差一档。第一个如果是升级的，以后一定不会出啊。哦，行。我现在给他手游有一个 bug， 就是我现在给他，然后再把他下了，这个不稳定炼金罐还在。端游没了，端游按掉了。这波得做去杀呀。装备怎么这么少啊？他不是会给我补一件的吗？这装备真的笨逼，装备太笨了，这装备难顶。我经济51了，有夏波拉8了，就每个节点都比正常的节点要稍微高一点。这个就是龙王的玩法，就是打节奏压制，每个节点都比正常的节点高一点，先弃养经济。我觉得这把亚飞能锁住天地量。我靠，这啥？早知道我夏波拉了。光明圣母，快速思考。兄弟们，想个问题啊，我现在经济还很挺好，但我拿三经济没有一个战斗力的海克斯，浪两彩后期打得过吗？打得过，当然打得过。我想递个亚飞，递蜘蛛的。哇，两星沙皇加两星这个，坏了！我亚飞不两星好像锁不上去九人克，一星亚飞锁不住我。哇，好强！这是不是龙王转沙皇啊？哎，真是，
还真是。他是全拿经济类的，他也是全拿经济类的，一个同行。我不贪酒，我这三个经济海克斯拿的，我巴顿口大臣也打不过别人，又没战斗力。麦亚飞转泽利又死了呀，兄弟，这怎么能转泽利呢？泽利打会儿攻可以，麦亚飞转泽利又死了，感觉。泽利是锁不住的，亚飞是能锁住的。我的谢。OK OK， 要不是那个龙王，感觉其他一般正常打不过我，毕竟现在才4-3，我已经这样了。质量很吓人了，4-3这个质量很吓人了。要不是有家那个同行，他比我更糊。就这个，下个版本很强了。司令这套。哦，有个流丝，不要拿。啊，我的流丝，我少了装备，确实我装备好少，我到现在4件装备，别人几件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。7、8，他妈8件装备，哦，不过他是这个变，哦，也还是很多。44块拉酒，缺个2星亚兵，该来了，很久了。泽利真的锁不住，说真的，泽利真的锁不住。空城龙王转泽利，感觉妥妥暴毙。亚飞明显比泽利强，至少在这套体系内。所以他的公式是什么？你们每天 BB 公式、BB 公式，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他公式是什么？真的刘思比那个强太多了，刘思比泽利强太多了。我前两把就不应该转泽利，是没办法再转。7级地干，地什么呢？跟我一样的，那我不是天才，兄弟们，我这个是自己想的。阿北实话实说，没有自吹自擂，好吧，我这纯自己想的。那我不是天才，是不是？装备烂了，这什么大部装备啊，我怎么合啊，我人麻了。哎呦，这装备怎么合啊？科技枪蓝 buff， 还真得是科技枪，太蠢，顶级蠢逼装备能这样子保的，太蠢。蓝 buff 猪有什么强度？有说法。光头巨神分神域堡垒卫士，光头是什么效果？这个还蛮厉害的，提升一下上限吧，把它下了，上它，然后再上个，哦，不用下它，下它，然后亚飞应该三不了，兄弟们。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就亚飞锁起来比泽利锁的多。不过这家同行真的挺强的。我们应该要四转，龙王四转，要把这个皇子加进去。皇子，这套有点强度，很强，非常强，非常强，确实强，太牛了。OK， 帅，爆杀，什么玩意儿？卡他一下，不要，我上9了，他上8。存点钱追三星螃蟹吃了。阿北不太懂什么波波公式，但是我这个是阿北在上厕所的时候蹲在马桶上自己想出来的。
但我只转三套，一套是泽利，一套是艾欧，一套是亚飞，我只转三套，因为这三套能锁住，其他的我感觉锁不住。下来半场，马桶定力，你看这个泽利真锁不住，不是我吹亚飞好吗？泽利真的锁不住，泽利下版本再一削真的根本疯了。沙皇还行，沙皇那一家中期更强，比我这家冒我的是什么？又是小炮，完了，一身之敌小炮，好恶心，又是小炮。要不要分裂啊？有点穷啊，就分裂，一块钱的分裂，我没分裂过不去这个大树，我打不到别人。缺一件装备，他要吹我，下一波他应该会这两个换个位置，堡垒位是给他打，这个放这边，这个位置嘿嘿，坏了，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想占他小炮位置，结果他换这个，哎呀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，黑个屁！我以为他小炮会占泽这个杰斯这个位置，三个满装备给不上吹分，所以我直接站这里。不是我对手，不是我对手，完全不是我对手，这就是亚飞，我要是泽利就被他爆杀了，兄弟们，我要是泽利我输了，这就是亚飞，感觉在那边双杀。远离沙皇，远离皇子，然后给他一个这样换一下，这样换一下的好处是什么？他这样站对吧，那么他的皇子会盖这一片，我直接给他一个两个战影器的位置让他盖，让亚飞安全出来，亚飞就厄斐琉斯。然后你注意看皇子要盖的，哦，盖了这边，行，这边能更多，没事，反正不要盖亚飞就行。OK， 抬走，这把要吃了好像。你可以叫他厄斐琉斯，也可以叫他亚飞。进野怪打完之后，他还有什么提升？他没提升了。我上能口有什么提升？法师祖安也没什么太大提升了。我硬地了，他没卡我那个螃蟹。下一波直接硬地，这个提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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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四个提升点。反正只要不转泽利就行。我们要把泽利去掉，把沙皇加进来吧。你们觉得呢？再递个把布，旁海呢？站他小炮位置，递了个计嘛。还不如上人口呢，说真的，是不是？还好拿了分裂弓，分裂弓挺有用的。泽利是打不过这个小炮的，但是我亚飞可以爆杀他。什么巴布？我这么多钱递了一只螃蟹，谢了个吹分。躲他吹分位，不是我不追阿克上，我就白地了，直接占他三个位置的装备，他吹不到，必不可能吹得到我。但这波好像打不过的，你别说，被他粘上了，坏了坏了，这波打不过了，为什么？这波为什么打不过了？哎，为什么打不过了？他提升了什么吗？靠，旁海直接冲进去了，坏了，这波打不过了，兄弟们。瑞兹没锁小，要不蓝 buff 给瑞兹吧？坏了，
没来得及换，这波要被他吹了。最后一秒卡了一手，这家有东西的呀，很强势。螃蟹直接冲进去，有叶刃，在杀你怎么又跑出来了兄弟？坏了，我好像打不过他了。我靠，好强啊！我要赢他就只有一个机会了。怎么突然之间被他爆杀了，兄弟们？差了这么多吗？还有一波，这要输了有点难受。螃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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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螃蟹。我操，这螃蟹真的血片，不然我上人口的呢。还有片吗？这螃蟹这波一定不能给他吹。OK， 把我瑞兹吹。三撞得很好，螃蟹进去的，螃蟹能不能立点功？螃蟹立天功了，我感觉要。三再撞手，撞歪了，撞歪了，螃蟹立天功，完了，螃蟹没立天功，他怎么这么多传送门啊？没事没事，亚飞起来了，收！哇，帅！最后一波卡了最后一秒换位，躲了他吹风很关键，帅帅帅帅！小炮怎么这么难打呀？这小炮这东西真敢学。